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佛教行善功德》。出家菩萨于所着衣不应贪着，若细若粗随其所得，但于施者未生福田，勿显粗恶，不得为衣广说法要，起诸方便与贪相应。世间凡夫为衣服故，非法贪求，造不善业，堕于恶道，经无量劫，不遇诸佛，不闻正法，受苦必以复生人间。贫穷困苦，求不得苦，昼夜逼迫，衣不蔽形，食不知命，如是众苦，皆由先世为衣服故，多杀生命，造种种罪。出家菩萨即不如是，随其所得，不显粗恶，但怀惭愧，以充法衣，得时胜利。一者，能复其身，远离羞耻，具足惭愧，修行善法。二者，远离寒热，即以文盲恶兽毒虫，安隐修道。三者，示现沙门出家相貌，见者欢喜，远离邪心。四者，袈裟即是人天宝床之相，尊重敬礼，得生梵天。五者，着袈裟时生宝塔想，能灭重罪，生诸福德。六者，本至袈裟染令坏色，离五欲想，不生贪爱。七者，袈裟是佛净衣，永断烦恼，作良田故。八者，身着袈裟，罪业消除，十善业道，念念增长。九者，袈裟犹如良田，能善增长菩萨道故。十者，袈裟犹如甲胄，烦恼毒箭不能害故。智光当知，已是因缘。三世诸佛缘觉声闻，清净出家身着袈裟，三圣同坐解脱宝床，执智慧剑破烦恼魔，共入一位诸涅槃界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，
智光比丘应善听，大福田一十胜利，世间衣服增欲染，如来法服不如是，法服能遮世羞耻，惭愧圆满生福田，远离寒暑及毒虫，道心坚固得究竟，示现出家离贪欲，断除五见正羞耻，沾礼袈裟宝床响，恭敬身于梵王府，佛子披衣升塔响，身服灭罪感人天，素容致敬真沙门，所谓不染诸尘俗，诸佛称赞为良田，利乐群生此为最，袈裟神力不思议，能令修直菩提行，道芽增长如春苗，菩提妙果内秋实，坚固金刚真假咒，烦恼毒箭不能害，我今略赞十圣地，历劫广说无有边，若有龙身披翼缕，得脱金翅鸟王时，若人渡海持此衣，不步龙鱼诸鬼难，雷电霹雳天之怒，披袈裟者无恐畏，白衣若能轻捧持，一切恶鬼无能尽，若能发心求出家，厌离世间修佛道，十方魔宫皆震动，世人速证法王身。大悲菩萨摩诃萨从百宝藏如来言：世尊，我如是立愿，乃至随我己数实行无上菩提行，无上菩提行所劝化众生，于谈波罗蜜以善劝化众生，乃至毛一分之一修行，乃至菩提记，不令彼众生住三乘地不退转，乃一亿人者，定我永已不见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现在住世说法诸佛，令我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，我得无上智矣，其有众生于我法中着染袈裟者，若犯根罪，若因诸见于三宝施犯众过罪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有于我所能一念请发施事想生恭敬心，若于法僧起恭敬意者，世尊，我若不受彼众生三乘不退转计，一亿人者，令我永已不见诸佛世尊，乃至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，我乃菩提矣。
令染服袈裟为天世人之所尊重恭敬供养。其有众生得见袈裟者，令于三乘得不退转。其有众生饥渴所逼乏无饮食，若夜叉贫穷，若人贫穷，若于恶鬼其恶鬼众生得染袈裟乃至四指，令彼一切所求饮食随意充满。其有众生不相和顺，多扰怨气，共相斗战，若天，若夜叉，若罗刹，龙，阿修罗，迦楼罗，紧那罗，摩喉罗伽，鸠盘茶，毗舍遮，即于世人交正斗时，能念袈裟者，令彼众生得悲心、软心、无怨心、净心、随用作心。众生若于斗战，若于争讼，为护身故，尊重恭敬供养袈裟，常持自随者，令彼众生所在常胜，无能敌者，从斗战争讼安隐解脱。世尊，若我袈裟不具此五圣德者，令我永以不见十方诸佛世尊，乃至令我不能具作佛事，令我诸法悉皆忘失，令我不能降伏一学。尔时宝藏如来身右臂，以手摩大悲菩萨顶告言：善哉善哉，善丈夫，所愿甚善，辩才妙胜，善丈夫，如是如逮菩提矣。染服袈裟有此五圣德，饶益众生。盖此三一而称福田者，增辉地云，田畦储水，生长佳苗，以养性命，法衣之田，润以四力之水，增其三善之苗，以养法身慧命。藏义经云，袈裟有十种利益。一者菩提上首，二者众处人天，三者父母反拜，四者狮子舍身，五者龙披免难，六者国王尽信，七者众生礼拜，八者罗刹恭敬，九者天龙护佑，十者得成佛道。
又悲化经云，佛于宝藏佛前发愿，愿我成佛时，袈裟有五功德：一、入我法中，犯众邪见等，于其念中静心尊重，必得三乘受记；二、天龙鬼等，能尽此袈裟少分，即得三乘不退；三、若有鬼神诸人，得袈裟乃至四寸，饮食充足；四、众生共相违背，念袈裟寻生此心；五、若持此少分，恭敬尊重，常得胜他。大论云：世子受持境界是其性，剃发染衣是其相。四分律中，佛告诸比丘：随所住处，常与三衣俱。譬如鸟之两翼，恒与身俱。汝等舍本足性，以性出家，应当如是。所到之处，法衣随身，不应离宿。僧祇律中，佛言：比丘三衣一钵，须常随身，违者出界解罪，当尽三衣如他想。十诵律中，佛言：护三衣如自辟，护钵如眼目，所行之处与衣钵俱，无所顾恋，犹如飞鸟。若不持三衣，入聚落俗人处，犯罪。分律：三衣紧护，如身薄皮，常须随身如鸟之羽，飞走向水。大乘梵网菩萨戒中，佛言：若佛子常因二十头陀，冬夏坐禅，节下安居，常用羊脂、枣豆、三衣、瓶、钵、坐具、席帐、香炉、露水囊、手巾、刀子、火髓、镊子、神床、金、绿、佛像、菩萨形象，而菩萨行头陀时及游方时，行来百里千里，此十八种物常随其身，违者解罪。盖三衣一钵，乃佛佛亲持，祖祖寿寿，七众同尊，两乘共治，
若云出家佛弟子，衣钵可离，东西两土，鬼则不同者，请阅三藏，何经何律何论许开，当知佛言可信，凡语无凭，有智慧者勿染邪风，须坚信立耳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2022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举办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，课程期间3月7日至6月27日，每周一晚上7点至8点半，报名对象限佛教僧众，每堂限60名，费用由学会供养，报名日期即日起至每堂课前一周额满为止。报名方式：网络报名 www.absle.org/TRAINING。课程内容详见官网，洽询电话02-2747-8687 02-2747-8687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。有人跟我告白，我拒绝他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，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，此类跟踪骚扰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，被害人可提出告诉，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。2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，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，违反保护令者可处3年有期徒刑，携带凶器者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。追求心仪对象，请尊重他人意愿，杜绝跟踪骚扰行为，请打110报案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阿旃塔石窟雕刻之美。阿旃陀石窟的雕刻品可分为佛教造像与装饰艺术两种。早期的作品由于风化残损已经很难辨认，到了中期雕刻艺术更趋成熟，晚期则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，因而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作品。其中第19窟雕刻技法纯熟，人物力量充沛，足为阿旃陀石雕佛像的杰出代表。第19窟约开凿于5世纪下半叶，属于后期肢体窟，平面呈马蹄形造型，窟外设置庭院，门外壁面及庭院侧壁有大量的浮雕装饰，
以肢体窗两侧的药叉最引人注目。此二项皆带宝冠，卷发成束，面相庄严，造型显示，细节雕刻极为精致。而龙王像位于庭院右侧壁及门壁上方。在古印度，龙王与药叉同时被视为庇佑子孙繁衍的守护神，两者互位于窟门，貌似有护佑佛教绵延不绝之意。几多王朝时期的雕刻，由于受到鹿野苑造像的影响，佛像传通间大义，无繁复一文，神情庄严沉静，展现出觉悟圣者的禅定之美。佛坐像位于大厅右壁，后方的速度波基座正面设龛，内雕立佛像。大厅和侧廊间的列柱柱身、柱头及窟顶横梁早有许多佛龛，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庄严景象。阿旃陀第二十六窟位于西段，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至六世纪上半叶，为阿旃陀石窟中规模较大的肢体窟，亦是后期洞窟的代表，以精美的雕刻著名。该窟平面呈马蹄形，窟外设门廊，窟门上方开有巨大的肢体窗，壁面雕刻华丽。屋内大厅环列立柱27根，隔出大厅与侧廊，列柱上雕拱眼壁，二者均布满浮雕装饰。大厅后部设速度波，椭圆形覆波上浮雕飞天，平头上之立伞稍有损坏。基座高大，正面开龛，龛内雕一尊已坐佛，足踏莲花。龛侧雕有两圈薄衣贴体的礼佛。两侧壁栏雕有等身大小的佛像，多为三尊形式。壁面龛内诸佛皆有高肉髻，罗法浓密，面相圆满，身躯宽厚，着薄衣贴体袈裟，体现几多王朝佛像样式。